今仔日临时找大家开会的目的，大家应该拢知影，蒋若楠当署长已经提出一类建议。我即摆是代理当署长，为着会当让伊来搁较专心做 BOT 案，所以我决定除了 BOT 案，其他的工程拢交予豪爵建设来做。多谢贝德华借机会，阮豪爵一定会好好做，袂辜负你的信任。我反对。这 BOT 案即马还伫投资的阶段，真侪资金拢爱靠伊的其他工程的营收来贴。即马伊咧有真侪工程拢伫咧收尾，甚至有诶开始咧趁钱啊。当署长煞要伫咧这时阵，甲只有趁钱的项目拢交豪爵来收尾，安尼是无合理啊。对啊，就无合理诶。好处拢予伊养晒，那伊会食啥？啊，这敢毋是叫咱替豪爵伫光叫吗？是啊，你莫跟他想着利己啦。被动的这款做法哦，是咧替员工的事咯。都在讲，这营收的钱嘛，赶快投入去 BOT 内底啊。啊，你袂当因为你即马咧主导 BOT， 惊趁无钱，都 MU 所有工程来补你的空，安尼嘛真无合理呢。就当的，咱拢是做营造的。一个工程爱做偌久，才会当趁钱，你嘛真清楚。即摆阮当署长，甲只有趁钱的项目，拢交豪爵来收尾，安尼想无合理啊？听无？董事会迄边敢有通过？若是无通过，就请董事长收回这命令。执行长的顾虑我知影，啊，毋过我是代理董事长，我才有最后的决定权。既然你无要听大家意见，那呢，你找大家来开有啥物意义？分唔对，伊个钱拢入去伊阿爸的落地啊，那伊个唔着倒啊。对。那安尼吼，干脆就叫你翁婿来做迄款的财务部长就好啊。是啊。是啊。唔要紧啊，即摆是民主的时代，既然大家有意见，恁那边头前哦，拢有一张意见表，恁哦会当甲全部的想法拢写出来，我知影。你是啥物意思？我知影大家对我这个代理当署长有足侪不满的，啊，不过我甲工党做代志的方法无同。我希望大家不管是对我是对公司，只要有任何的想法还是意见，拢会当写出来，互我知影，嘛会当提出来讨论。安、啊、那有啥物人敢写？若是甲你意见袂合的，唔着互你抬头啊！执行长，我是真正就希望会当甲大家有良好的沟通管道。所以哈，这意见表拢是唱名的，大家唔免烦恼。那呢，你规直接咧公司内部开一个爆料社团就好啊。阿公，伊若真正把意见写起哩，你敢袂听？当然会啊，我唔是武则天啊，我是真正就希望会当知影大家心内的想法。刚刚执行长无想要知影，大家放心。这意见表哦，只有我会当看，所以哦，大家尽量写，尽量给我意见。这是你写啥啊？公丁执行长的能力真好，非常足清楚。啊，予员工有向心力。若是选代理当署长，希望予丁执行长来做。对，啊，这江若楠哦，都已经公布林淑萍啦。指定由你来代理当署长，还够人这么白目啦？到这阵，我咧孝顺丁浩宇来代替你的位，哇！啊，这个生得长相啊，我唔得请恁家嘉宾好啊讲一下。嗯，唔对啊，啊一个唱名意见，啊你是变怎知影讲到底是啥物人讲无讲心啊？哎、欸，你来甲遐个人同款念头哈，你条准讲我巴肚真正遮尔宽，啊，互大家安尼唱名来骂我，这哦、喔、我拢做记号啦，来、欸、我看。有记号？嗯，伊达。在这啦，嗯，看到无？
这哦是财务长的意见。哇，水哦，你真厉害呢吼！我们哪点知影是虾米人吼对咱有意见，佮会当维持好名声？巧。既然这个财务长啊，他佮这两无清楚，蛮呢就挂伊去总务处，可以去收发文件就好啊。水啦，再加上咱即马哦，对咱是完全信任啦。啊，伊剩的时间嘛无济啊，但都爱哦好好啊补救，啊将这贵的一类拢食落来，好顶后伊就真讲是另做贵种，我真无啥便宜啊。迄当然啦、啊，顶后伊哦只是淘汰淘汰了好啦，伊凭啥物甲咱比啊？我搁爱替韩家生囡仔，我则是上辛苦、上有资格摕到继承权的啦。啊，市长哦，都写来袂歹呢。伊讲吼，伊咧伫咧工党的领导啦，啊，创造出这几年来吼上大利润。也够啦，迄顶边的财务危机啦，加在贝特助吼果断裁员，将迄无适合的主管哦拢甲 fire。贝特助处理代志，明确真正是输人钦佩。安尼都对啊，啊，这个归谁啊？我看。哦、啊，对哦，是人事经理啊。哦，之前哦，夫人一定不爱让伊升迁呐。啊，不过我感觉伊的眼光真好啊。我看哦，归去就让伊做财务长好啊。都唔对啊，这个人哦，一定去有这样的人压伤久啊。啊，今麦给他浪费机会，伊绝对对得死掉。啊，我忝啊，啊，你继续念啊。哦，我再来看美国什么意见啊？嗯。你现在在休困啊，别搞乱。我不是要乱，我是要找夫人替我做主。啊那，我这代理当处长就免做。有什么代志？对公司讲。啊！你有遐个大事是要创啥？创你那好好报道，你那是伤着泽凯囡仔，怎样不会去？你两个别在外口大细声，你别下底讲。夫人，替我做代理当处长，我有发现过不适任的主管，啊，我换伊的职位，每一个哦，通常拢爱反对啊，啊，搁叫我这卖管，那卖管，我真正也唔知要安怎替你管伊嘞啊！你安尼唔是咧管理人才，你是咧胡白来，这主管拢做得好好的，财务长第一个已经十五年啊，公司有一半客户拢是伊十二万，你即马改调去做收发。这是该降职，你是必走嘛？财务长，我记得做了袂歹啊。伊像什么业务过时啊？我是有听到风声啊，这财务长哦，脚手无清气啊，啊有一挂事我拢无清楚，我感觉伊人品有问题。啊，通人袂管，我就要出手啊。公司的财务，敢是你才简单看有诶？伊个工程款，有爱过两年才会当结销，有爱是还袂立销，有爱先提去做周转。你若要现在提一个无立销的去找人麻烦，安尼无人会当过关。阿哥，你甲人事经理调去管财务，伊敢看有报表？伊看无有啥物关系，只要伊下骹手人好好做，伊当伊人就好啊。我毋知影你提人偌济空箱嘞，啊，无伊我知影。这个经理常叫伊个小三来公司上班，甚至用无合理的薪水，乌咱伊个根本无需要人过来。你叫伊去管财务，伊自然叫伊去下钱嘛。这个人哦，伫咧舒适圈做伤久啊，啊换一个位置，换一个塔卡啦，安尼哦，麦当切去进步了。好的人才拢互你刺激要辞职啦，无好的人才拢互你升起来，我毋知要安怎继续经营公司呢。辞职就辞职啊，位置哦，伊嘛已经赚八百。我就唔相信人力市场哦，会欠财务长啊！之前你开会讲啥物代志拢我注意，今麦阁反去反倒，我唔知影你啥物意思。狐狸，代理当处长这个位置哦，我担袂起，还是由托你来做。
得啦。你要换人，敢袂当好啊？甲好运哥，不哩，我早就怀疑哦，财务长甲托人家做我的，我叫做代理董事长无偌久，就已经听到吼公司有小团体啦。你讲这什么意思？你想要听？那呢，我就直接讲啊。你就是想要趁夫人破病无第一意的，啊，巩固家己的权利，啊，顺续还佫搞诱来。安尼以后哦，夫人若是好起来啊，伊嘛无法度转来。你是要白讲啥？之前伊讲要甲伊个全部拢好爱时阵，我来甲伊讲无爱啊。伊第一个拉拢人心，佮甲财务长挖向你迄边，啊，佮规个工程团队啊，拢敢若听你的，这毋就是结党结派？你真正是白拢会当工作是乌的。我啦，老余，你先莫生气啦。你甲新的林淑明倒看卖。这看起来，就是几个人事调动，是可能内部都开始较袂惯势啊。啊，不过伊个体质真好，应该是无问题啦。你看，夫人拢替我挂保证啊，你无话通讲啊吼。若是有在伊安尼话语，公司早晚会出问题。贝拉知影代理董事长无偌久，啊，恁两个就冤家安尼，啊，你叫伊以后是要哪娶人啊？托尼，其实我有针对你，我嘛希望哦，咱会当团结，好好替夫人欢喜嘞，会当好夫人卖操烦。但这一则开囡仔一出事，咱就是一家人啊。贝拉讲了有道理，等我疗程结束了。我办一场宴会，啊，甲五天神仙拢请来，真心坦白来讲，你就是我的后生，你嘛已经入寒家户口啊，你是我其他后生的，来到你身边过来，伊个哦，只不过是我名下一间小间公司尔。公爵在海外出产路够卡济呢，你卖为着这小块代志，卖甲贝拉底下争。以后你爱换爱掌管呢，出产是路够卡济路卡大。对啊，意外能力哦，只会当管这几十页物件。托尼，你的格局卡大，应该袂甲我计较。我的本分我会做好，啊，不过员工应该有的福利，我袂骗你。不哩，我家在吼有你听话。多谢你啦，我等下吼你去替我找所在，来谈查准备，所有物件。我用上好的，浩宇是我唯一的后生，我绝对爱予伊请伊阿弟爸寒假，给我一声妈妈。夫人，我知影，我一定会办到最好的，绝对袂予你失望。廖总，我唔知你订啥房啊？讲到底啊，你也是偏心家己的后生啊！我若唔赶紧抢资源，刚刚阿丹和丁浩会滚我旁去。欧巴。